终于给我找到了。就是这个钢甲人的能源装置，真想不到这个东西竟能输出如此大的能量，这比我想象中还要复杂，我一定要解开它的秘密。丁奇、库齿，准备执行任务。交给我吧，博士。娜娜、艾森，什么事？苏菲老师，如果没人在看电视节目的话，应该把电视机给关上。对呀，我们不能浪费能源。没错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们刚刚还在看的。因为收到短信，分心了。那么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在使用电器的时候要更加爱惜能源。知道了，苏菲老师。好，现在我来考考你们。哦。你们几个有谁知道我们的能源来自哪里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化石燃料。核能。答对了。但那些都是非再生能源，如今世界各国已经渐渐淘汰这些对大自然有害的能源了。说得非常好，阿泽。那么你们都知道什么是可再生能源吗？风力发电、太阳能、水力发电。很好，除了大自然提供的能源还有什么吗？我最近读了一篇关于厌氧技术的文章。那是什么？就是各种废物的循环利用，包括有机物、粪便等等。恶心。无论怎么样，那也是一种可靠的能源。老师很高兴你们都能回答，节约能源是每一个人都该有的责任。我在想未来又会使用怎样的能源呢？你该问问维特。在未来的世界里，地球的能源将来自宇宙一种无穷无尽的超自然体。那是什么？肖能阿尼曼基宇宙能量。好酷的名字。也就是钢甲源，驱动钢甲人的能源。维特，这种超自然体到底怎么运作呢？它的结构非常复杂，由光子的震动产生量子能量，提供无穷无尽的能源。我完全无法明白。我想我有些概念。目前有一间研究所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研究光子动力。哦，可以告诉我们关于这项研究吗？当然可以。那是军方专属的研究所，为的就是创造以光子动力驱动的超小型反应堆。听起来很像钢甲源。是的，不过这项研究还在非常初期的阶段。苏菲老师，那是什么？你们看，有什么东西正在接近研究所呢？就只是几辆车罢了，说不定是来参观的。把镜头放大看看。那不会是飞艇吧？看起来很像，会是谁呢？是默克。他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们快走吧。光子发射器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博士。植入管式容器。管式容器进入位置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博士。开始动力组模程序，启动光子发射器。光子发射器倒数三二一，启动。看看还能提升多少。能量达到60%。很好，试试加大光子能量吧。博士。不，别停止，继续。明白了。就是这样，我们快成功了，博士。怎么了，博士？那是研究所的安全警报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雷达显示有不明人士正在接近研究所。到底是谁？
我们成功了，博士。快把动力模组收入容器，立刻进行。动力模组已收入容器。很好，我们得把动力模组带到安全的地方。就是这里了。这里是军事基地，请出示证件。我们有证件吗？酷奇，我们是来抢劫的，你还以为自己是观光客吗？特洛斯，云将，发动攻击！多么低端的机器！哦，竟然还有等离子大炮！是时候让生化战犬出场了。启动火焰离子炮。我们一定要守护动力模组。可是，我们只有两个人。我不能让这个东西落入恐怖分子的手中。立刻投降！不，这是最后的警告。你在干什么？我们快走吧，剩下的交给军队去处理。就是这个。博士，东西到手了。很好，不惜一切也要把它带回来。放心吧，博士，我们有一整支机器人军团呢。好了，我们来晚了。你们看，启动战斗模式。快阻止他们！啊，又是他们！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。特洛斯，跟我来。云将，发动攻击！他们要逃走了，维特。那是拥有生化肌肉的机器犬。不，这个看起来更巨大。希尔斯、伊达，云将交给你们，我来应付这只机器野兽。明白了，放心，交给我们。阿泽，传送钢甲配件。知道了，维特。
钢甲系统传送。钢甲系统锁定。维特，小心他的离子炮。明白了。哎，准备好了吗？一起动手吧。他们要逃走了。他们逃不了的。一凡。钢甲系统锁定。你拿去吧。给你。这个机器人有点意思。小心他的离子炮。我们得把它取回来。交给我吧。你也到此为止。啊，不好。艾德。小心，他的身体还很烫。泰德，让我来对付他们。钢甲员受到损坏，我无法启动他的系统。来，让我试一试。大家后退几步。好，立刻进行系统升级。系统升级？没错，希望不会出现问题。他不见了，一定是躲起来了。留意四周。出来了，小心。他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厉害。我们一定能打败他。
先毁掉他的离子炮，一凡，你可以制造加强机能的配件吗？我试试看。钢甲系统锁定，这应该可行。怎么回事？钢甲能量包能让泰德在短时间内得到庞大的能量，就像是一个额外的电池一样。是的，钢甲能量包在泰德的系统升级以后发挥了更大的作用。泰德加油啊！哎，热制机器兽交给我吧，看我的！一凡，快用配件交联的方法把钢甲能量包发送给维特和萨维斯。明白。钢甲系统锁定。萨维斯，希望这个能够帮助你。很好，去吧，萨维斯。增强速度和冲力，钢甲方神出击。我们成功了，全部都解决了。这个东西恐怕损坏了，这是坏消息吗？我想是吧，没有落到默克的手里就算好了，天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来。赞同，我们也该走了。博士，你都看到了吧？看见了，把他带回来，我们想办法修复他。知道了。